阿贝，我来了。Hello， 大家好，我是 BAY 阿贝，欢迎来到阿贝的手游频道。那今天这一集影片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星球重启最近改版到这个新增等级上限60等了嘛。那武器呢，这边新增了一个名为无声嚎叫的武器。那经过阿贝测试之后啊，发现它的攻击力啊，甚至呢有机会高于我们现在 T0 的武器海东青。在待会的影片呢，阿贝就会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无声嚎叫，然后它的代码、专精等等之类的这个属性呢，我们要如何去配置 ，CP 值呢是比较高的。好，那么在影片开始之前呢，不妨先帮阿贝点一个赞、订阅，并且开启小铃铛，你就可以收到阿贝的最新资讯。那我们就正片开始 ，Go Go！ 还有两个子算不错啦。好，首先呢，我们就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无声嚎叫的代码配置。那在待会呢，也会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把枪，我们有没有什么小技巧要注意的？好，首先最主要的代码这边推荐来带自转星轨。那这个代码呢，最主要就是提升触发类效果的这个几率啊，可以得到一个提升哦。例如说，像是我们这边有带一个精准，那它触发几率是 23%， 带了自转星轨之后呢，就可以大幅的去提升这个触发的一个几率。OK。那这边有个很重要的地方啊，就是说我们本身呢无声嚎叫的子弹数是比较少的，只有6发，所以射没几枪呢，很容易就会要准备更换我们的子弹哦。那它换弹的时间啊还蛮长的，所以这边我们就会来带上一个代码精准。那使用手枪的时候呢，每射中敌人都有 23% 的这个几率啊，可以补充一枚子弹，可以大幅啊增加我们的续战能力。大家可以看一下右下角，1、2、3、4、5、6、7、8、9、10、11、12，那我们一排弹夹啊就整整多射了6发的一个子弹。再来第二个推荐来带星运，就是刚好有触发这个几率嘛，那同时呢可以大幅的去增加我们的暴击伤害，然后弱点伤害，还有这个伤害率增加的一个效果。再来第三个呢，就推荐来带专注武器的普攻伤害，可以增加 15%。 那本身呢这个无声嚎叫啊，最主要的输出来源就是普攻还有它的飞弹的一个效果。好，再来下一个投掷，那远程伤害这个增加率啊可以增加 10%、好，再来下一个燃烧，燃烧就是当前版本输出率非常高的一个代码，基本上呢都会配置这一个。最后一个就是主副手武器元素相同的时候呢，可以增加46的一个全系强化。那这个全元素强化呢，增加这个伤害的幅度也是蛮高的，但是这边特别要去注意一下，就是说你的副武器呢也要去赋予这个相同的元素，不然呢你这个效果啊就不会触发，这边要特别的去注意一下。好，接下来我们来带大家看一下专精点数分配的部分哦。那第一排的部分呢，这边比较推荐来点强击，那可以增加我们普攻的一个伤害。另外一个击爆的话呢，虽然啊可以提升我们去获得到这个金色子弹的几率，但是我觉得开大的次数频率呢没有到这么的高，所以呢我们就慢慢的把这个金色子弹凑齐就 OK 了。哦，那等你之后有多余的专精点数再回来点也是可以。好，在第二排的部分呢，这边优先的来点弱点伤害增加。那至于说翻滚的部分，我觉得比较还好啦，所以这边会点另外一个换弹。好，再来第三排的部分呢，快速准备可以增加我们这个轻型飞弹 CD 的时间缩短，但是我觉得来增加伤害整体的这个性价比啊是比较高的哦，所以第三排呢会来点冲突。在第四排的部分呢，这边第一个是压缩一技能冷却时间减少 30%， 提升的幅度还蛮大的。那至于说这个精准之眼，就是我们 Q 的技能在瞄准的期间啊可以获得到一个伤害的减轻，不过我觉得这个用到的频率也不高，所以一般般。不过如果用在一些特定的场合，其实还算是蛮不错的。例如说在打 BOSS 要放这个必杀技的时候，我们赶快放这个精准之眼，
就可以得到一个大幅的减伤，算是比较功能性的一个专精。好，再来第五排，稳步受到的玩家伤害降低，那打架的话呢可以来点。再另外一个超能技能伤害增加 12.16%， 那同时呢也会提升你打架的强度嘛，所以右边的超能这个是比较万用的。好，在第六排炮火防线，那就是微型飞弹技能冷却的期间啊，自身可以获得到一个伤害减轻，那基本上等于可以把它想成是永久了啦，因为这个微型飞弹射出去的时间非常快啦，所以说如果你是一直在射击的一个情况下，那等于说这个微型飞弹啊是一直都处在一个冷却的时间，所以说这个技能啊还蛮不错的。好，另外一个惊喜救赎，那就是说我们这个微型飞弹有时候呢是比较容易会 miss 的，那 miss 的一个情况下就可以去缩短我们下一次这个微型飞弹冷却的一个时间哦。简单来说呢就是提升你的容错率，我觉得这个技能可以增加你的输出。最后一排的话算是蛮关键的一个专精哦，怒视，就是释放精准之眼的时候呢暴击率啊可以得到一个短暂的提升 7.5%， 欸，这个增加的幅度很高啊哦，所以说你的无声嚎叫当你角色等级达到65级把它点满之后会得到一个质变强度啊大幅的提升。好，再来我们看一下另外一个瞬间失明，这边比较适合啊就是拿来打这个 PVP 的部分表现会比较好。最后这边呢来带大家看一下，如果你的专精点数啊是比较有限的一个情况下呢，那阿贝呢就会推荐这个点法一路的往下走，最后呢来把这个怒视给点满，之后有多余的专精点数要优先的来点快速准备，因为我们这个微型飞弹的强度呢相当相当的高，可以大幅啊去增加我们的一个输出能力哦。那如果还有点数的话呢就可以来点急爆或者来点这个炮火防线来增加我们整体的一个弹度，又或者是瓦解哦，都是相当不错用的这个专精技能。好，在特殊专精的部分呢，这边第一排是推荐来点自动追踪，可以大幅的增加我们微型飞弹的命中率，同时呢还可以提升伤害趴数。那如果你想要伤害最大化的话呢，通常就是要来点第一个或者是第三个，不过因为啊我们的微型飞弹在远距离或者是中距离的一个情况下命中率是非常低的哦，所以呢你要点13的话等于说你就是要贴着那个怪的脸然后做输出才有办法全部的飞弹都命中，那打 boss 也是一样，但是呢有一些 boss 他会位移哦，又或者说你是没有办法贴着的一个情况下，那这个基本上效益啊就会变得非常的低，所以我这边推荐来点自动追踪是比较万用的。好，在第二排推荐来点标记，就是微型飞弹命中到目标之后呢就可以施加一个异伤的效果，那这个效果啊是对整个团队都有帮助的，所以性价比相当的高。那至于说这个命中之后会留下一个范围技能伤害，我觉得意义不大，因为 boss 会位移或者说怪物也都是会位移的，所以没办法打出这个全部的伤害。再来第三个就是用微型飞弹击败单位之后减少 CD 时间，而且这个技能本身呢还有冷却时间，所以效益相当的低，尤其打 boss 呢几乎是完全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再来第三排比较推荐来点幸运一击，可以来增加我们获得到金色子弹的一个效益哦。那至于说另外一个的部分呢，我觉得就比较还好了。最后一排的部分，这边比较推荐来点火力封锁，那可以大幅的降低我们就是微型飞弹的一个 CD 时间啊，而且呢，第一次命中目标造成伤害的时候，还可以伤害增加 41%， 提升的幅度相当的多。那至于说这个增加范围打击，我倒是觉得还好。然后再来，本身我们已经有点自动追踪了，那增加这个飞行速度来提升命中率，我觉得意义就没有到这么的大。再来赋能的部分呢，推荐来赋火元素，可以跟燃烧来做一个搭配。然后最后来带大家看一下，我们在使用这个无声嚎叫的时候呢，有没有什么特别要去注意的地方？最主要就是换弹的时候啊，我们就可以来放技能。诶，这样让我们在换弹的这个空档啊，也是可以做出输出，
非常非常的重要这个细节。然后再就是说，如果你刚好的一技能在 CD 的一个情况下，那你在换弹的时间呢，也可以来放大招。放完之后呢，你的弹夹又满了。好，那我今天这一集影片的分享呢，就到这边。希望啊，对大家会有帮助。如果其他问题的话，也欢迎在下方的留言板提问。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阿贝，我们下集再见，拜拜。哇，这个获得到这个金色子弹的速度非常非常的快啊！我们的这个每秒的伤害来到80000多，相当相当的高。